女团 TWICE 进军美国，18号受邀登上美国人气脱口秀节目，表演首支英文单曲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在美国五座城市办了九场巡演，结束以后，团员子瑜送上素颜照。穿上白底黑条纹上衣，完全素颜入境。周子瑜向纽约的粉丝道别，肤况白皙让网友大赞，根本天生丽质。九名成员21号下午从纽约飞到仁川国际机场入境南韩，现场大批媒体及粉丝前来接机，不停拿起镜头猛拍。而南韩4月中开始就开放完全接种三剂疫苗的入境旅客不需要隔离，让不少韩星们开始飞出国表演。好久不见的 Red Velvet 在印尼雅加达疫情后举办的首场 K-pop 演唱会登场。20号上午，他们现身仁川机场前往印尼，粉丝及媒体也早就守在现场等待，团员们一路不忘向镜头打招呼。Stacy 也前往美国芝加哥准备参加 KCON 的公演，看见粉丝涌入大厅送机，兴奋心情忍不住。随着南韩边境解封，韩星出国行程让机场热闹起来。 TVBS 新闻商品正红亭台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